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商品详情介绍的时间，圣诞节刚过， Christmas 和 Boxing Day 的折扣还在继续，大部分折扣会持续到新年的1月2号，有不少特价商品的折扣是从12月6号开始的，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翻看前面3期的详情介绍。大家如果有自己特别心仪的特价商品，也请抓住这最后几天的折扣期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有哪些特别推荐吧。 Boxing Day 的亮点之一，推荐这款优质的三星冰箱，采用不锈钢面板，容量 22.1 立方英尺，压缩机保修10年。我们都知道 Costco 商品的网上价格通常会比实体店里面贵一些，看看这款冰箱价格差了295元。冰箱具有制冰、外部取水、 LED 高效照明、自动拉出式上层冷冻抽屉等特点，要特别注意冰箱尺寸是否适合你家。 Instant Pot 9合1多功能电压力锅，容量5.7升，内锅的材质是优质不锈钢，没有化学涂层，预设了15种智能程序，包括压力烹饪、炖肉、煮米饭、炒菜、煲汤以及真空低温烹调等，确实是非常好用，目前优惠35元，折后79.99元。游戏玩家喜欢的 MSI 32英寸的曲面显示器，分辨率2560×1440，刷新率144赫兹，响应时间1毫秒，有2个 HDMI 接口，一个显示端口，一个耳机输出，目前优惠100元，折后348.99元。 LG 有一款相似参数的31.5英寸曲面显示器，有相同的折扣和价格。 WD8TB 外置硬盘，这款桌面硬盘兼容 Windows 和 MAC 设备，主要用来备份您的照片、视频、音乐和文档，带有密码保护、即插即用、自动备份、数据安全、使用方便的特点，还能导入云数据，保护您的在线生活，目前优惠10元，折后169.99元。本周打折的电脑特别多，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仔细挑选，下面特别推荐3款。宏基24英寸台式一体机，配有英特尔11代酷睿 i3 处理器、8G 内存、512G 固态硬盘、 Windows 10操作系统，带无线鼠标和键盘，适合上网和简单的文字处理，原价799.99元，目前优惠100元，折后699.99元。惠普15.6英寸笔记本电脑，配有英特尔11代酷睿 i3 处理器、8G 内存、512G SSD 硬盘、 Windows 10操作系统，带指纹识别，原价629.99元，目前优惠50元，折后579.99元。宏基13.5英寸笔记本电脑，配有英特尔11代酷睿 i7 处理器、16G 内存、1TB SSD 硬盘、锐炬集成显卡、 Windows 10操作系统、双语键盘，原价1299.99元，目前优惠200元，折后1099.99元。卡西欧61键便携式电子琴，内置60首歌曲、400种音色、50种舞曲模式，可通过 USB 连接到 iOS 或安卓设备，以学习演奏您最喜欢的 MIDI 文件，带有电子琴支架、板凳、乐谱架和电源适配器，无电时可用6节 AA 电池驱动，目前优惠30元，折后149.99元。 3D 绘画笔，创意来自 3D 打印技术，其原理是让环保的小塑料棒在绘画笔内部加热融化，塑料挤出来后迅速硬化，从而让孩子们可以用 3D 方式创造他们能想到的东西。它的操作很简单，只需为您的笔充电，打开开关，放入细塑料棒，然后开始 3D 绘图。
笔的外部不热，对6到13岁的儿童完全安全。盒子里面有 3D 笔、塑料棒、创意卡片、绘画垫等，目前优惠20元，折后49.99元。智能电子锁和门把手组合，目前清仓特价199.97元。该电子锁具有 WiFi 连接功能，可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实现远程控制。微论写字台目前清仓特价299.97元。该写字台材质是香蕉木实木，外表是合欢木贴面，尺寸是60×24×30.2英寸。香蕉木主要生长在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，是一种高大乔木，一般9年左右成熟，然后开始提取乳胶。大约30年后，香蕉木不再生产乳胶，于是采伐用于家具行业。小朋友的口罩本周有特价，一盒100只，原价7.99元，折后4.99元。最近疫情反复，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做好防范。我们来看看美食。加拿大 Erie Meats 生产的熟鸡肉块，一盒2袋，每袋1000克，由鸡肉白肉做成，吃的时候烤箱预热至205摄氏度。将冷冻的鸡肉块单层放在烤盘上，烘烤20到25分钟，中途翻一次面，也可在177摄氏度下油炸4到5分钟。目前每盒优惠2元，折后7.99元。Hampton House 帕马森鸡排，每盒8块，每块150克，总计1.2千克。鸡胸肉搭配浓郁的番茄酱，美味的马苏里拉奶酪和帕马森奶酪。鸡肉是生的，所以不要采用微波炉加热，吃的时候烤箱预热至190摄氏度。将冷冻的鸡排单层放在烤盘上，烘烤30到35分钟。目前每盒优惠3元，折后10.99元。 Nova BBQ 鸡翅，每盒1.6千克，冰冻前已经完全烘焙熟了，嫩而多汁，吃的时候在 BBQ 炉子上每面烧烤10到12分钟，确保鸡肉内部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方可食用。也可将烤箱预热至232摄氏度，把冷冻的鸡翅单层放在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烘烤20到22分钟。目前每盒优惠4元，折后15.99元。天妇罗虾潮，每盒有36个，重1.13千克。这是一款日式开胃菜，底潮由面糊、洋葱、胡萝卜和羽衣橄榄做成，上面放了一只虾。官方介绍说，挂在蔬菜上的面糊来自日本。吃的时候将烤箱预热至205摄氏度，把冷冻的天妇罗虾潮放在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烘烤12到14分钟，也可在177摄氏度下油炸2到3分钟。目前每盒优惠4元，折后14.99元。这款装在杯子里的提拉米苏甜品来自意大利，一盒6杯，每杯85克，一共有5层，吃起来口感特别丰富，咖啡的微苦，可可粉的干爽，马斯卡彭奶酪的绵密，玛莎拉酒的醇厚，蛋和奶的稠香，层层交叠，回味无穷。美中不足的是最底层的糖浆有点腻，不喜甜的小伙伴可以避开吃最下面那层。本期的 Costco 特价商品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及时更新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